我傻眼嘞！我今天要去溯溪哦，他早上给我起来洗头、吹头发，我们要去溯溪啊，大哥！不是，因为昨天没有洗头。那你今天早上洗完头再去溯溪的意义是什么？就是漂亮啊！你看。My name is Yaya. I'm fine. Thank you. And you? 今天不是我主持啊，今天你们两个主持啊。我主持什么？今天你们两个主持啊，不是吗？哦、Hello everybody. I'm Chris. 太近了啦！我拿手拿那么长啊。我们今天还有一位，你猜他几岁？22。好。好什么？对，好什么？22。几岁？几岁？19。好年轻哦，嘉义。嘉义。我们要怎么叫你啊？怎么我得两个字？真名还是假？真名。真名。艺名。真名。不是，你有没有就是绰号比如小罗啊，还是什么的？你想得到都可以叫。真的哦。最奇怪的是什么？怪盗基德。真的假的？怪盗基德是什么？侦探柯南有没有？那你的英文名字是什么 ？Roder。差不多了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去哪？我们现在要去鲤鱼潭，是不是？溯溪。是鲤鱼潭吗？不是吧？鲤鱼潭旁边的什么溪啊？是鲤鱼潭吗？鲤鱼潭再往下走一点。白豹溪。你有溯过溪吗？有一次。你有溯过溪吗？完全没有。他会跌倒哦。你要照顾他，我照顾他，我尽量。就让他倒吧，就让他倒吧。在水里面都可以倒在水里面都可以倒。上次潜水，你忘记我怎么倒下来？那是我吧？我啦。你是平衡感不好还是？没有，我很怕，因为教练说不要自己乱动，所以我其实怎么是僵硬。哦，我不动，不动，所以然后他就一直倒，然后我想说，这个我是要用脚再起来吗？你有没有忘记呼吸？没有，我有呼吸。太僵硬，最记得的就是呼吸，只记得呼吸。对，因为大家说一定要呼吸，然后我不管了，我就一直呼吸，一直呼吸，然后把氧气吸完。好了，我们要做多少次？半个多小时。半个多小时，好像是。对，才会到。先吃早餐。吃早餐，拜。能吃了，那你要再吃吗？等一下。要不要帮你开导？慢慢开。我看那边腿都凉掉了。你害我啊！讨厌。你在吃早餐啦？啊，刚不是说要吃东西，总要有点画面嘛，对不对？好啊。你的脚都好胖。对啊，不会弄那个很胖的脚。那我的早餐可以来。来，你要哪一个蛋饼吗？你自己不会拿，还有你要不到，我拿不到。蛋饼都是原味的吗？没有，它是尾鱼。这个它的蛋饼，它是厚蛋饼，有没有？很专业，这样很专业。自己吃两个蛋饼，应该不行。它只要我给你，好。就是皮很厚，对，它是很多的，就是很胖的，有点像萝卜糕的口感，有点像河粉蛋饼，对。然后它的酱油是蒜头酱油。我跟你说一件事哦 ，Chris 啊，他不知道化妆啊，然后不太会打扮自己嘛，对。我傻眼嘞，我今天要去溯溪哦，他早上给我起来洗头、吹头发，我们要去溯溪啊，大哥，他给我 shadow 哎。烦嘞！你洗澡错场合，你等一下下去发型就垮了，你知道吗？不是，因为昨天没有洗头。那你今天早上洗完头再去溯溪的意义是什么？肯定滑顺。我觉得他知道他今天会上镜。没有啊，他知道他今天会上镜，他应该知道，所以他要保持他的形象。像我们这种没有形象的人，就是前一天晚上喝很多盐水啊，脸很多都浮肿。对。维持一下我的形象好不好？我才不是这种人呢。那你解释一下，你为什么要早上起来洗头啊？就是漂亮啊！你看，嗨，Hello， 我的油饭怎么不见啊？消失的油饭。你不要每一个都咬一口，然后放回去好不好？你确定是你要滚吗？你确定吗？你说吃到一半的油饭吗？对啊，吃到一半，然后再找油饭。又在想要吃个蛋饼。干嘛？装可爱啊！他给我装可爱，他说干嘛？我们等一下，我没有这样啊。
干嘛干嘛？哎，你之前有溯溪拍过吗？还是什么？我没有拍过 YouTube 啊，溯溪是拍啊，拍脸照对对对。哎，今天要去的应该没有上次那么难吧？他们说后面好像可以再爬上去，看我们决定要不要上去。我们有一个脚有点残的人，是我还是 Chris？ 不知道，不好说。我只能说我的运动细胞很好。我运动细胞没有很好。你干嘛心虚？我可能只能表演讲笑话给大家看。哦，没关系，你是我们的那个笑颜担当。对对对对对 对。我在学校的时候，老师给我一整节课讲笑话，我没有夸张。真的假的？快一个小时。他说你笑话很多，对不对？你上来讲给同学听。我有在镜头里吗？你在镜头里。他越讲越低头，那个你像当成麦克风这样子。他那个镜头，他要拍蛋饼啊，想拍蛋饼、啊。他想说，你这个角度我应该不在镜头里吧？好了啦，我们这一段太长了啦。好，没关系，我打那么久啊，这是尬聊，大家拜拜。尬聊的。他怎么关？不是啊，你有很多选择啊，不一定是做爱玩水，好爱玩水。所以老师那时候说，哎、欸，奇怪，你人怎么没到？然后你说你在溯溪哦。老师我在水里。真的、啊。老师我在做鱼。做鱼是什么、啊？我在当鱼。哦、oh, ，那你的家长是 OK 的，想要让你当一只鱼。没有。他很认真的问这个问题。我觉得我们应该塞一个镜头，一直拍着，对，一直拍着雅雅，不然你会错过，你真的很怕错过任何一句很经典的话。不是，因为我很适合访问别人啊。你自己说的、欸，因为我们无能为力啊，我又不是主角，我只能访问别人啊。你是主角啊，你就是主角，你是主持人呢、欸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剪下应该有很多人的镜头、啊。可是我的镜头我都丑的，没有，我的角度很好。我跟你说，于是婷把我好看的照片都要收费，传给我都是免费的丑照，就是这样子。我知道了，你付钱给我，我帮你偷照片，偷传照片，欸、付一半吗？可以可以可以，大家婚纱照一样，100张里面要挑个30-40张，应该没那么多挑了，应该再挑3张没有印象。对了，他们家有饭，真的很好，哎、欸，你都没吃到。哎、欸，我们会不会这一趴剪一集？我剪一集，我直接把它剪一集。这题的主题叫车上尬聊。每次坐车的时候一定要尬聊，不然在车上很尴尬，不知道干嘛。很无聊。没有，就不知道干嘛。然后想说，那来聊天好了。没有啊，有你就很欢乐啦。这个我不得不说，我从小就是大家的开心果，因为我可能是耍白痴系列。不是，你不是耍白痴，是真白痴。你自己的镜头也太少了吧？我刚刚不是说这一集你们是嘉宾，我们主持人，那镜头应该是你啊，不是我们。大家是要看你，又不是看我们。不是他们那么丑，不是他们看腻了。哎呀，好，对我这样也是。这个我要来讲一下那天的故事。那天我爸不知道忘了什么，然后我爸就说我们鸡抖，然后雅雅就说那公鸡会抖吗？我懂，我想说什么母鸡抖，你不知道这个。我那时候不没有听出来母鸡抖，反正我就是笑话、啊。他已经放鸡治疗了，他已经放逐自我了。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小姐，你在干嘛？解释一下。起来啊！你是不是太胖了？最近不是啊，我流汗啊。到底穿个裤子要这么浮夸？好了没啦你？真的很紧哎、欸，好丑，好丑！你的好好看哦，你看我们穿的什么鬼东西？还嫌弃啊？没有啦。哎，好轻哦，这个水。哇，好大条鱼哦！游戏小公主加油！三个人，活跳虾。有看到吗？太帅哦！对，哇，很帅气耶，教练这动作。一手虾，一手螃蟹。一手螃蟹。啊！上来，上来，不要怕。真的要吗？没有，冒险家的精神。你的遗言是？请大家永远记得是家庭院。